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P， 很久没有拍影片了。那今天又来到丽水这边，因为前一阵子天气不好，不然就潮水的时间不对。那今天又来丽水这边，又成约的。那今天过来，整个灯都坏了，沿着路灯看，整个超黑的，也不算黑了，因为今天月亮很漂亮，所以整个没有光害，看起来其实是亮亮的，可是路上就是黑的。啊，整个海水看起来很漂亮，很舒服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海水反光，我还以为是像上次在100号码头看到蓝眼泪。然后今天就来玩玩看啦，简单玩一下就好，不知道钓不钓到鱼。啊 ，Let's go！ 我一天没有在当泳过了，很好拍照。不然今天这个水，还有这个月色，真的是超美的。哦，还有萤火虫哎、欸，画面中正前方。不知道录不录得到，有萤火虫哎、欸！哇，画面好像看不到。今天刚来大哥旁边，大哥就中鱼了，今天没带来打。这家是啥 ？OK。OK， 加乌龙看不？多大？哎呦，不错呢。嗯。那我赶快去顾一下。谢谢。有土豆哥。然后又成一起来丽水玩，然后我的刚用虾仁，现在用青草，都没有动静，不知道钓不钓到，继续努力。不过今天没有带摄影设备，所以片段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。今天有一只大黑格起来啦，所以今天是有鱼，然后我也钓到。来丽水已经很多次都钓没有鱼了，都是河豚。帅哥又中鱼了。有一只黑格，为什么你们这边都不咬？哎、欸，这只是沙格吗？沙格，这只好大啊！今天鱼都蛮大的，可是我们那边完全没动静。刚关完，我都还没回去，又中鱼了，而且这只蛮大的哦，唰唰唰。哎、欸、呀，是啊，马上要中。哦、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加丁哦，有、没有？也是 OK。哇，今天有大鱼哎、欸！鱼很靠，这鱼很靠。带错了，这个流量，最轻的这个流量。我的是有号吗？有号。来来来，我的油耗。放心，哇，今天大哥大丰收，满满的。那我们那边居然都没有，看来最近来要用福寿螺钓了。不忍心破坏它。